神了，所以就给饼那个填包裹。饼进来以后一晒好了吗？老何喊我去挑老妈的椅子，还把我挑得辛苦。老妈弄个身材，你那里说这个，说那头皮嘛是不粗的。没有不粗的。板算的汤是没有看了，可以下油。然后要转八个月的。你从我画画要我问你，你画嘛？中国一画一画，那还拉个线那个椅子。应该弄个这个白椅。啥子问题？那个摆的不匀称。要么就一坨坨了，我就喝就这个事就。那我是做粑粑，最近我没有做粑粑了，以前接噻。做粑粑的饼，做粑粑有国家噻。那要按好子，师傅那泥巴可要跑。我要按一下。按泥巴可要跑，要用泥巴的嘛。你莫粑粑了好吗？师傅。背了几颗的哦，还有没有？没得了，不了，没得了，只有背的了。上背的到哪里来？你这弄点儿，你这摘到那几窝喽？哎，这我背。你这几包了嘛？三包啊，全部弄了一地喽。三包弄完了。这下尴尬了，60块钱的米米，你看就送这个，送这个到这个，这一有好多窝哎，老妈，20窝啊。三包米米在德隆多，可能是还一大块土，以后还是真的要给看到东西多了然后才买。就是下手这个呀，农园的算了，也买点黑了，把它弄起来。总是又来了，又买了细胞。从那个撕开没抽不掉。随便撕都撕得开，好快的哦！那哈大家都上山喽。好的哦。我问你几包？给你抽的。我点完一包了。终于完成了，好了，看光我就可以了，那好。